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哔哩吧啦 Talk。咁啊，啱啱过咗个周末啦，update 大家2022年咧第四个礼拜咧嗰个嘅股市概况嘅时候咧，除咗讲一啲世界局势之外咧，亦都讲到咧阿萧生啊吓，点样嚟到去做灯神，或者点解会系做灯神嘅一啲我自己嘅分析啦。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咧，其實蕭生講古仔咧，重新強調係非常之好聽嘅，講過去嘅嘢或者講而家發生嘅花生，但係咧要佢推敲將來咧，全部係燈嘅嚇。咁啊，一個原因係因為佢永遠係用一啲好爆嘅 topic， 無論係嗰樣嘢 up 升得好勁啦，又或者咧係打得好勁嘅時候，喺嗰個 moment 通常咧就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嘅嚇，咁就唔會無限推。推演啊，咁啊越嚟越劲，或者越嚟越和嘅吓。咁当佢咁样嚟讲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变灯吓。咁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咁但系咧，你睇翻咧，即系如果净系讲股市嚟讲，其实好多系散户啊，又或者咧系KOL 啊，甚至乎咧一啲理会嚟到去听嘅专家吓，或者讲得衰啲财经演员吓，都会咧犯下嘅一啲 mistake 吓。咁啊，今日咧值得嚟去讲讲吓。咁股市咧有三楷嘢咧系需要嚟去知道嘅吓。咁一个咧就系宏观经济上边吓，特别咧系嗰啲嘅科技嘅发展吓。咁啊，每个几年咧吓，都会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嚟到去俾人吓一种 wow 嘅感觉吓。咁啊，之前譬如科网啦吓，又或者咧即系最新鲜滚热辣嘅吓，有呢个元宇宙啊。这个电动车啊，晶片啊，怎样来到去越来越细啊，两纳米啊，跟着来紧可能得半纳米啊，这样啦，未到的现在就，咁啊，又或者譬如5G 啊，到6G 的时候又点咁样啦吓。咁啊，跟住另一楷嘢咧，就係公司本身嚇嗰個實際嘅業績嚇，同埋咧佢嗰個嘅發展潛力啊、空間啊，配合喺呢個宏觀經濟嘅情況之下嚇。咁啊，跟住咧第三楷當然就係咧成個市場點樣嚟到去 respond to 呢個嘅宏觀經濟或者各行各業個發展，再加埋咧就係咧每間公司 contribute 出嚟嚇，佢哋咧成個市場點樣俾嗰啲公司嘅嗰個價錢嚇。咁三楷嘢咧可以咧係 interrelated 嚇，咁啊即其實呢個廢話啦，絕對係 interrelated 啦。但係咧，亦都可以咧係互相有出入，甚至乎咧去到一個地步咧係背道而馳嘅嚇。咁啊要視乎唔同嘅情況啦嚇。有陣時係完全係 contrast 嘅，有陣時咧就可以咧係 talk to each other 嚇。咁啊跟住咧引申落嚟咧，就先講科技發展或者一啲好爆嚇、好有生悲嘅一啲概念式嘅嘢嚇。咁第一樣嚇，咁啊當咧嗰個嘅前途無可限量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咧就正正咧係好多嘅股民嚼曬落個 market 去嗰一啲嘅板塊裏邊嚇，咁以至到咧嗰個嘅股價咧係發癲地狂升嚇。咁啊任何嘅嗰個發展咧，其實已經 price in 咗，或者係 overvalue 咗。當你咧中國投入去嘅時候咧，咁啊佢可以繼續升到真係冇朋友，但係咧亦都可以咧喺某一個情況之下咧，你就已經係真係去到頂峰，咁啊剩翻落嚟嘅咧，你就滑雪滑翻落嚟啦嚇。咁啊唔係咁過癮嘅一件事啦。如果係嗰個嘅位嚇。咁啊，呢個係第一個情況嚇。第二個情況就係咧，唔單止係股民咧係嚟到蜂擁入去，甚至乎咧係所有嘅公司咧都嚟到去蜂擁入去嚇。咁係啊，事實上係前途無可限量嘅。不過嚇，咁究竟咧會唔會造成咗一種叫做真係over supply 嘅情況咧嚇，咁啊好似當年科網嘅時候，個人咧都嚟到去鋪光纖，最後尾咧發現嗰啲光纖咧係咧十年裏邊一個 demand 咧都唔能夠消化嘅。咁雖然嚇，咁啊你再睇翻回頭看，即係而家都廿年以上啦嚇，咁啊嗰個發展啊，講緊5G 甚至乎6G 嘅時候，咁絕對咧能夠消化到嗰個嘅產能嚇。不過咧喺
嗰一兩年間啦嚇，咁啊嗰啲嘅公司咧就要被逼嚟到去減價，又或者咧令到咧佢個 profit 蝕卓，咁啊負債累累嚇，咁啊如果你作為股民嘅嚇，咁樣咧就真係陰功啦嚇。咁當然咧作為消費者，咁啊大家咁樣各行各業競爭炒到一個地步係真係咁惡性嘅時候，絕對係一個著數嚇。咁跟住呢亦都有一定程度嘅連帶性喺當中，當呢個個嘅投放嘅時候，咁你點樣能夠分辨邊啲係 good， 邊個係 bad， 邊個呢係 ugly 呢？咁你個個人都會吹到冇朋友，同一時間呢嗰啲發展呢，大家呢個 presentation 呢都可以呢係天花亂墜，非常之美麗。咁喺當中呢其實呢相對嚟講呢係困難地分辨嘅。咁講咗好多科門股啦，咁即係你可以嚟到去參考返，譬如我哋偉大嘅祖國一帶一路，又或者呢佢呢嘗試喺晶片科技裏面嚟到去超英趕美。咁每一次搞呢啲咁嘅國策嘅時候呢，都會有大量唔同嘅公司呢嚟到去奮身落去。咁究竟佢哋部分有啲呢就真係呢嚟到去嘗試精益求精，有啲呢又嘗試嚟到去混水摸魚，你點樣嚟到去把握邊一間係好，邊一間係唔好呢？咁樣尤其是當個股價好多時候呢，好多人就用個股價嚟去 justify 返嗰間公司嘅成就嘅時候，好似蕭生咁啊，你睇下 Tesla 幾勁嚇，升咗咁多啦啊 ，compare to 其他嗰啲咁嘅 Toyota 嗰啲，哇甩得幾遠，蛋散啊，咁多間加埋都唔夠 Tesla 勁啊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人哋間間車行咧，其實咧最大嗰啲個 production 仍然都係多過 Tesla， 居然咧個股價係甩你咁多，幾間加埋先夠你勁嘅時候，其實咧呢個時候咧更加值得思考係 Tesla。值唔值咁多呢？咁樣嘅情況，咁呢個呢即係好多時候呢都會犯到嘅毛病。咁呢個呢就係宏觀經濟尤其是科技發展一啲概念嘅時候嘅三個嘅反思，即係你究竟會唔會股民蜂擁入去呢？究竟企業會唔會蜂擁入去呢？而蜂擁當中咁樣呢係真係過分 overvalue 啊，定還是就算唔 overvalue 嘅時候呢都會有兩手不齊嘅情況。咁第四個嚇，咁同科技或者宏觀經濟都有關嘅情況就係咧，當個個人都去追捧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咧就會冷落咗一啲所謂傳統 tradition 嚇，或者係藍籌股嚇，感覺上面咧係冇肉食嚇，又冇 wow factor 嚇，咁都即係唔知佢係會唔會慢慢地陰乾嚇。咁每次咧都當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都唔知點解嚇，都會咧有更多人走出嚟就踩佢哋，同埋咧唱衰呢啲咁嘅股票嚇。但係其實正正咧就係咧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唔係叫你亂咁買嚇咁啊呢個嘅傳統啊或者係藍籌股啊，甚至乎咧一啲即係俾人講話 underdog 啊咁樣都有或多或少佢哋嗰個原因點解咁差嘅個股價嚇，或者唔係差，只不過咧個升幅同個 growth 咧冇呢啲咁 trendy 嘅股票高嘅啫嚇，咁你咧都仍然咧都要咧慢慢嚟到去努力嚟到去嚴選嗰個股票嚇，咁如果唔係咧都會咧有嗰個問題喺當中。不過咧，當個人去追嗰啲嘅時候，其實咧呢個世界咧仲有好多咧其他寶藏咧係可以咧值得嚟到去發掘同埋執嘅嚇。咁當你即係太過係嚟到去追捧呢啲 trendy 嘅嘢嘅時候咧，咁即係你睇翻又講翻科網股啦嚇 ，Nasdaq 去到5000點嚇，講緊咧十幾年嘅時間咧先翻翻去，尤其是你唔係買成藍股票指數，而係咧買一隻股票嘅時候咧，咁有啲股票咧係從來咧冇翻過家鄉嘅嚇。咁呢個咧值得你去注意。OK， 跟住啦，講呢個股票公司嗰個實際嘅業績同埋咧佢嗰個前景嘅時候，都需要嚟到去注意嚇。咁假如間公司真係有一個超靚嘅一個業績嚇，咁或者係超靚嘅一個 future 嘅時候，你永遠都要問一個問題嚇，究竟佢已經係咪 price in 咗嚇？咁一個比較好嘅指數就係呢個嘅 PE ratio 啦嚇，因為嚇你作為一盤生意嘅時候，你當你投資緊一盤生意，雖然
咧，你 contribute 嘅嗰個份數係非常非常之少，0.00001咁樣嚇，好似買 bitcoin 拆到好鬼細咁先算啦。我冇買 bitcoin 嘅，不過舉個例子嘅啫。咁啊，當你咧嗰個嘅公司嚇咁樣咧，你買落去嘅時候，哦，原來 at the end of the day 嚇，我需要睇嘅淨係純粹係個前景嚇，計翻嗰個 P/E ratio 嚟講，咁啊你 reverse 翻佢嘅時候，其實你又可以睇到就係即係譬如 Tesla 咁樣嚇，咁而家嗰個嘅市盈率係90倍咁先算啦，咁樣咧你一除以90，咁即係話咧你咧就係1%幾嚇，咁啊好似咧賺 T 標，於是咧。你就唯有咧奢望佢咧嚟緊個前景咧繼續爆升 ，which is 咧就係帶到去另一個 indicator 可以嚟到去參考就係個 PEG 嚇。咁啊，通常嚟講咧個烏鵝分咧就係咧，如果個 PEG 咧係一嘅時候咧都可以 OK 嚇。咁啊，尤其是講緊嗰啲係。增長股啦嚇，咁啊傳統嗰啲藍籌股未必可以做到呢個咁嘅講法嘅，因為你睇翻譬如麥當勞啊、P&G 嗰啲咁樣 P/E ratio 都講緊係即係至少十到尾嚇廿幾倍嘅時候，咁你個 growth 冇廿幾倍啫咁樣嚇，咁嗰啲另作別論嚇，咁啊嗰啲有其他嗰啲嘅 factor 嚇嚟到去因素嚇，但係咧如果係講緊增長股嚟講咧，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 indicator 咁樣。咁假如佢話俾你聽嚇嚟緊係50%嘅增長嘅時候，咁 PEG 咧就係90倍除以50咁樣咧就1.8到啦嚇。咁啊，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唔係一喎，咁高過一喎，咁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佢嗰個嘅 risk 咧可以達標嘅情況嚇。咁啊當然好啦，如果達唔到標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又會跌到趴街啊嚇。咁呢個咧值得嚟到去注意嘅嚇。咁啊即係另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唔係，其實呢個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嚇。咁啊好多時候咧，當我哋咧聽啲 KOL 啊，或者係股票嗰啲咁嘅專家嚟講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唔理呢樣嘢，就永遠講到好 buy 咁樣。咁以至咧忘記咗個 market 嗰個嘅 risk 啊，overvalue 嗰個嘅 risk 啊，咁樣咧就會樣衰好多嚇。咁就呢個亦都係蕭生啦嚇，又或者我成日講啊趙善軒咁樣，佢講學術嗰啲嘢係好叻嘅嚇，但係咧永遠 forecast 嘅時候咧，就永遠係喺呢個 foundation 裡面再搭上去，就唔係話已經 factor 咗嘅時候咧，就你既然係咁嘅時候，會唔會 go worse？或者 go even better 嚇，個 question 應該係咁樣轉嘅嚇，咁但係咧通常嚟講唔會咁樣講嚇，咁當然即係佢哋嗰啲分析同埋學術嗰個建構係非常之好嘅嚇，你個搏唔到咁滯嘅嚇，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佢忘記咗呢個無限推演，又或者佢故意地唔講呢一樣嘢啦嚇，咁嘅時候你個生逼或者個即係。動聽度就會高過我好多嚇，下下都咁現實嘅時候咧，咁我嚟賺錢就得嚇，我嚟 draw attention 嚇，咁啊令到人哋咧覺得好咧就未必好嚇，因為咧永遠都係你揼平曬啲嘢嚟講啊嘛，咁樣就冇咁好嘅。But anyway 嚇。咁啊，即係佢哋個意見你值得參考，但係同一時間咧就要注意呢一樣嘢嚇。On the other hand， 有好多時候咧，佢咧嗰個嘅市場咧係 realize 唔到嚇嗰間公司咧係做得好嘅喎嚇，即係。調翻轉頭嚇，咁嘅時候咧，你就要有自信。點解一定要自己做功課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嚇。咁啊，你當你係有啲嘢係因為你認識嗰間公司嚇，可能因為你嘅中意嗰間公司啦，就係用佢嘅 product 啦嚇，又或者你對佢嗰個嘅研究係做咗好多年啦嚇。咁因為即係 for example 咁樣啲分析員咁樣，你下下都要睇幾廿間公司或者睇幾個 industry 嘅時候，咁佢可以係專家，但係佢對某一間公司可能唔係夠你熟噶嘛嚇，咁你淨係煲嗰幾間咁樣，你就勁過佢煲幾廿間啊嘛嚇，咁樣又或者係有陣時佢係要每隔三個月就交功課噶嘛嚇，咁你都要有第啲新意去寫噶，你冇理由下下都係呢份報告嚇，我冇變啊，維持不變咁樣，咁你死啦係咪先？真係你一定要有啲嘢講啊嘛嚇，咁冇嘢講嘅時候咪製造啲嘢講啦嚇，即係我唔係話個個人都咁差嚇，但係咧佢有個。好大嘅 incentive 嚟到去改啊嚇，即係有少少似咧你踢十二碼咁樣啊嚇，
有個 statistics 話咧，踢中間咧嚇嗰啲位咧，其實咧個 chance 係大啲嘅嚇，或者係中間偏左少少、偏右少少，撲來撲去咧嗰啲機會咧係其實細嘅嚇。但係咧點解咁多龍門咧都要即係？其實估唔到都要撲咧，就是、因為咁樣我有做嘢啊嘛嚇，咁樣如果我企咗喺度嘅時候接唔到咁樣，你會鬧我噶嘛嚇，咁但係如果我撲咗嘅時候，喂咁我估錯咗啫咁樣，咁、那個波源咁唔知啊嘛咁樣，咁嘅時候咧你又冇人鬧你啊嘛嚇，就係咁解啦嚇。咁調翻轉頭啲球員其實你踢中間咧就可能咧，因為嗰條友撲咧你又 OK 喎嚇，咁但係咧點解要炒飛機炒上去，又或者點解要成日玩死腳？因為型啊嘛嚇。咁當然啦嚇咁啊。有報告亦都話過咧，而家用大數據研究曬唔同嘅球員啦，唔同嘅籠啦，點樣嚟去守咁啊可能會修正咗少少，因為我覺得即係波係圓嘅，咁仲有就去到嗰陣時係人嚟踢噶嘛，大佬咁我打機咁樣，我夠知道曬所有formula啦，最後尾咪食屎咁樣，點解啊？因為我去到嗰刻我唔係照嗰個咁嘅教練教咁樣做噶嘛，我係明星嚟噶嘛，我點解要聽你講係咪先嚇？Anyway 又講得太遠啦嚇，咁啊，所以咧，你自己查找咗之後，可能嗰幾季到個市場 realize 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又會爆升。咁當然啦，你每一次都要修正翻你自己，咦會唔會係真係係真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啦，定還是我自己豬豬咗咧？咁樣你咧都需要嚟到去知道嘅。咁啊 ，Super Example 咁啊 ，Avicia 啦，而家升到好勁啦嚇。咁啊佢曾經有一個好低迷嘅時期，過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嚇，又或者係。阿里馬塔 Socostar 嗰間油站股都係同樣嘅情況嚇，咁係即係區域之前咁先至 realize 數翻上去，但係咧你喺佢三十幾蚊嘅時候，會唔會真係識得識於微時咧？或者 Avicia 喺佢咧九蚊、十一、二蚊嘅時候，會唔會識於微時咧？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你爆賺嘅機會嚇。咁呢啲其實你係唔需要有啲好大嘅 trend 啊各方面㗎嚇，咁你可以physically 去到呢啲咁嘅 store 裏邊睇下個感受係咪個服務或者佢嘅流量係啲乜嘢嘢 ，at the same time 你咧係每季佢都係做得好好嘅嚇，只不過個分析 for some reason 咧就畫花咗佢咁解咁樣，即係 you don't know why 咁，但係咧 ，yeah it will give you a good profit at the end。咁跟住啦，咁啊最後一點啦嚇，最後一點啦嚇，咁就係咧有陣時咧，即使有啲公司，尤其是藍籌股嗰啲咧嚇，咁啊佢咧就會有一啲落魄嘅時候啊嚇，即係呢一季突然間做得好衰咁樣嚇，咁其實唔係話真係好衰嘅，只不過咧就 off 咗個 expectation 嘅啫嚇，咁於是咧一層白菜咧就跌咗落去啦嚇，咁但係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時候咧喺之後嗰季咧又會翻轉頭嘅，咁跟住咧個股價咧就會升嚇，甚至乎升多過 expected 嚇。咁變相嚟講咧，雖然佢咧某程度上嚇唔夠嗰啲科技股啊，或者係 trendy 嘅股咁爆升或者咁多肉食，但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 因為佢跌咗10% 嘅時候嚟買嚇，咁然之後咧升多咗10% 嘅時候賣，或者係沽咗 short term 個 portion， 咁變相嚟講，你個空間就有成20% 嘅肉食突然間多咗，咁再唔好計喺個過程當中你可以守嘅，因為咧通常嗰啲嘅股票咧個 dividend 咧都係會多啲嚇，咁啊開心啲嘅啫，純粹因為阿 Gang 咁樣講過，咁啊 dividend 其實個 impact 對股價其實就係 neutral 嘅嚇，咪高息或者唔高息啊各方面嚇，或者應該講對個 return 或者對間公司個 performance 都唔係真係咁大嘅影響嚇，咁啊哪怕而家好多嘅財經嘅技巧搞個 capital structure 嚇就。派幾多息嚇？借錢派息定係用你自己本身嘅錢派息，以至到咧你係可以將到嗰個嘅 market capitalization 係發到最大嘅咁嗰個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喺呢種嘅情況之下咧，當然你仍然都要繼續嚟去研究清楚嗰個嘅業績啦嚇。咁究竟嗰個跌咗落去嘅情況係會持續啊？定還是咧係即係純粹係一季啊，或者係兩季到嘅啫嘅問題咧咁樣嚇。咁啊，你睇分析咧，好多時候咧會莫衷一是嘅，同樣地嚇。咁個原因係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佢又會講啊呢、這個嘅
consumer 嗰個嘅 preference 轉咗啦 ，behavior 又轉咗啦嚇。咁而家咧呢間公司就 out date 啦各方面嚇。咁無論你睇嘅係呢個嘅麥當勞啦嚇，咁啊消費者口味啊想試下唔知乜鬼 Five Guy 啊嗰啲咁嘅店鋪啊咁樣，但係最後尾原來咧個個人咧都係去後食下 Five Guy 嘅時候，哇咁貴咁樣，麥當勞雖然貴，咁我都係食翻麥當勞啦咁樣。咁嘅情況啊，仲加埋咧 Covid， 咦咁啊揾翻陣陣，我都唔知另一間會鬧鬧喳喳我中招嚇，咁啊你。这个的麦当劳至少他没有招买嘛，应该 OK 了。又或者甚至乎这个 FedEx,、当他跟 Amazon 叫做有个竞争的时候，也都觉得喂大佬真的死定了，跟着然后想了下去。跟完之後，咁啊喺個 Covid 嘅時候，可能因為拜 Covid 咗事啦，咁樣個負運又多咗，咁佢咪嘣嘣嘣嘣又升翻上去咯嚇。咁好多時候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嚇。咁所以咧，你當你睇到一個 bad quarter 嘅時候嚇，咁啊尤其是嗰間公司一直以嚟都係咁強勁嘅時候，咁就要睇下究竟嚇你對佢嘅 conviction 有幾高嚇，可以 turn around 幾多嚇，究竟個 issue 係啲乜嘢，而嗰個 issue 會 recurring 定係唔 recurring 又？或者究竟管理层会不会做一些什么嘢的举动来到去 turn around， 当他真的遇到一个 crisis 的时候，即是跟一个重要的 partner 分手的时候，究竟那个 impact 有几大，还有这个 impact 会不会继续扩大还是会收窄，又或者其实呢他跟这个 partner 实际上的分成其实呢都根本没什么太多肉食的了，纯粹就那个 sales 跌了，但是呢那个 margin 维持，最后尾 at the end of the day net income 其实个 impact 是小的，如果在这个这样小了的情况之下，但是小得不是多，又是那个市场反应又太大，于是变相就是一个 undervalue 的时候又变成一个 opportunity， 股票变幻莫测，很多东西需要来到去继续终身学习，或者来到去不断改正，今天分享这七个叫做是很多人的通病，以至 miss 了 opportunity， 又或者呢是有更大的 opportunity 坐艇，hopefully 帮到大家，欢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哔哩吧啦 talk。